你会不会说谁叫我从小帅到大，各个光证据就挂在脸上，我又怎么能否认，又怎么能负责呢？那毕竟叫我帅哥的人也算是有品味，所以我只好告诉大家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思考脸吃饭了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的脸上就写着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对老师的承认，帅哥在这。怎样？我哥不乖。你又在告状了。也乖，哎，哥哥也乖。这个我不喜欢。这怎么办？吃麦克风啊！可是你吃完之后就没有了耶。也要送。哎，这不给你们的耶。哎，好吃吗？签完了。